接下来，希望你能帮助我们修复信号塔，因为湖畔小镇这片区域的信号塔关闭了，我们一直无法与外界联系。 这里怎么还有个人？他看起来已经没有了气息。啊，他的手边应该是他的通讯设备。我是红木林地无线电管理局的研究员，我的任务是开启这座信号塔，让红木林地的信号通畅。但是，我受伤了，伤口很小。 我以为自己能够侥幸，直到我爬上了这座塔，就再也爬不起来。现在心脏跳得非常剧烈，我的身体已经不听从指挥了。我知道后面一定会有人来开启信号塔，请记住。 作为每个区域的网络基站，里面储存了该区域的扫描信息，这些资料非常重要。是各个部门共同协作多年的资料。下载完这些资料，你可以眺望一下远处的风景。我很喜欢站在这样的高度，眺望远方，看着自己的家园。 看着我熟悉的一切，就像……秀妍，可以听得到吗？收到，你开启了信号塔，我们可以正常通讯了。秀妍，我是 Ken， 终于联系上了。 我们现在正盘旋在湖畔镇的上空，下面的变异者太多了，直升机无法运走伤员，需要你们的帮助。湖畔镇房子太密集了，咱们得找一处地势平坦、适合直升机停降的地方。你先回来汇合，我们再想办法把伤员运送出去。 秀妍，我回来了，我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办？准备好了吗？走吧。 坚持住，马上就安全了。
现在的目标一样，你要小心，少主见。好。喂，喂，你和秀妍已经撤退了吗？秀妍先带着人离开了，我在为他们断后。你还在？那太好了，这里有件事情向你禀报一趟，如果成功的话，对那些掠食者暴徒将是致命的一击。还有这样的好事？你说说看。刚才我们得到一个消息，掠食者的前任首领伊利兹亚在湖畔镇对面的一座小屋里现身了。这个女人据说是被罗摩迪带我埋起出来的，她现在虽然漂流在外，但手底下还是有很多忠诚她的人，如果我们能跟她联手，说不定能够一举奏效，打败那些可恶的掠食者。那地方离你现在不远，你过去的话应该用不了多久。没问题，我这就过去看看。这些掠食者，我想，他还是躺在你的身边更合适。这些混蛋真是没完没了。哎，还好你帮我解决了这个大麻烦。算我欠你一个人情。我把那把刀丢在湖边了，你水性怎么样？可别淹死了。你怎么样了？能看到他吗？喂，你找对方向了没？还活着吗？这把刀回到了我的手中，我和 Robert 的旧账也该算算。你这么一搅和，倒是让我想没什么。现在看底，是，好在卡亚他就那后好了，认识，老实。
你来的路上发现了什么没有？我是说山腰那些地方。是头派来的，你拿什么证明？没错，的确是老大写来的。你放心，我会在关键的时候配合你们的。你还是赶紧离开吧，这里并不安全。最强的战士，好人，坏人，我只是一个士兵。是我见过的最强的战士，但是是最勇敢的。
我只是一个士兵。是我见过的最强的战士，但是是最勇敢的。只是一个士兵。如果还想把生意接着做下去，就必须立刻给我更多的军火。你已经索取的够多了，按照约定，你早该拿下这片林地。我不得不怀疑，我们是不是选错了合作的对象？再给我一批军火就够了。你们也不希望此前的投入功亏一篑吧？哼，真的够了。我听说你那个沉寂已久的死对头又开始活动了。罗伯老大，红木哨所的人马已经攻进了黑莓镇。这群混蛋，我要把他们全都埋在这里。狂妄自大的蠢货，看来我该准备一下善后的事了。没想到啊，我的这张网竟然捕到了这么多鱼，还有不少老朋友呢。怎么样，是自己跪下，还是敲碎你们的膝盖让你们跪下？罗巴，你不用虚张声势，你们有多少人我们都很清楚。虚张声势？没错，我们这里人是不多，但几把重武器还是有的。猜猜现在你们被多少榴弹枪瞄着？我早就挖好了坑，就等着你们来跳呢。醒醒，你们已经被包围了。哦，什么坑？我也想跳进来看看呢。嗯，你是伊丽西亚？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怎么在这里很重要吗？重要的是我马上就要拿回原本属于我的东西了。哼，就凭你？被我赶出去落魄的像条狗的你。哼，我不和将死之人废话。 Diaz， 你的药粉不够劲儿啊，这些兄弟们还没倒下。什么？你药粉？哼，女人好欺负是吧？没错，女人是没你力气大，但我这个女人心肠比你们毒啊。Diaz， 后面的事交给你了。那谁，跟我来一趟吧。
怎么样？现在你是代表红木镇，要来和我划地盘了吗？这是玛莎画的。我的玛莎 ，Rob， 是吗？他是这么说的吗？这些话只不过是为了挑拨我们而已，你不用放在心上。伊丽西亚已经掌控了掠食者，看来这红木林地的生存环境要发生变化了。既然目前和他们还是盟友的关系。就暂时不要再和他们发生冲突了。别以为你们现在混在一起了，你就真的了解他了。你等着吧，红木林地没有了掠食者，你们只会过得更惨。如果照你所说，这个女人十分神秘，表现给你看到的只是她真面目的冰山一角。这种人非常危险，甚至远比罗伯危险。你去告诉他，千万别给我机会。只要我有重得自由的那一天，他一定不会好过，只会比我凄惨百倍千倍。没什么事，我们先不要去惹他们。这片土地经历太多的痛苦了，再也经不起折腾了。我们需要尽快安定下来，慢慢经营，才能恢复生机。最后一车已经装完，随时可以出发。多亏你来得及时，秃鹫，这单生意我们才没亏多少。真没想到你毒珍珠帮你也会有失手的一天。那个叫 Rob 的蠢货，唉，这次我确实看错人了。听说是冒出个什么避难所来搅局，才搞成了现在的烂摊子。赌鸦避难所，哼，看来今后免不了要跟他们打交道了。回来了，幸好有你在。这里啊，是杜鸦的秘密基地。秘密基地？嗯。欢迎来到杜鸦的秘密基地，这里是专门为精英队员开辟的独立活动空间。在这儿有不同的功能区，你可以四处逛逛，了解一下。比起充满威胁的地面，这里很适合作为一处放松心情的地点。长时间紧绷神经，再厉害的战士也是会承受不起的吧。嘿，这不是我的救命恩人吗？把这里当成充满柴油味道的机库就好，你会爱上这儿的。 Roman， 这里可比机库要好得多。哎，对对对，秀妍说什么是什么。哟哟，真没想到在这儿见到你，会出现在这里，表明嘿 Catherine， 新装备登记入库的事儿已经忙完了。还记得咱们两个人去支援红木哨所时候 Nathan 那个难以置信的表情。二人小队风险太大，幸好你们能平安归来。要我说，守住红木哨所虽然很厉害，但救了我这个技术骨干，那才是大功劳啊。技术骨干，要不要明天跟我负重10公里？哎，那你还不如直接把我扔回小丑帮。看样子大家都很认可新人呐。那是当然，他已经继承了杜鸦的精神。我们的新战友来避难所已经有段时间了，在此期间我们见证了他的勇气与机智，他帮助我们抵抗敌人的威胁，甚至促成了联盟的建立。在此我代表杜鸦小队全体成员正式欢迎你的加入。正好
我们红木哨所的朋友马上就要到了。秀妍，作为此次行动的成员，你们一起参加会议。欢迎 Nathan 代表红木哨所前来参加会议。变异者、掠食者，还有各种困难等着我们，孤立无援，注定无法走的成员。感谢杜鸦几次三番救红木于水火之中，跟杜鸦联盟果然是正确的，我很开心，没有辜负红木兄弟们的信任。你是一位有眼光的领袖，雷森。红木哨所的木材资源和人力，凯恩，只要你们有需求，尽管说。谢谢你，雷森，有你这句话就够了。我也差不多要离开了，红木哨所正在重建，我一天不在都会出乱子。Ken， 有些事情，我想你应该需要了解。红木临近进入实验室之后，不要乱动任何东西。少安博士对此非常敏感。我会谨慎一点的。来得正好，我正有事情要找你。瞧，我们的三期研究有了重大进展，我几乎可以肯定。实验室和博士正在进行的污染研究，是杜鸦最核心的机密，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对外人透露。